这个汗全在出来，一分钱不花，这有啥，冬天再睡呗。 那他那生意不行，那就单位才肯定来挣钱。那你像这儿咱们修那个人都是加班，不是几不加班，俺这五户。任务我知道。这五户旁边，都不在俺庄吗？杨浦，杨浦你知道不知道？杨浦。杨浦。这村儿呢？这村儿。 都任务户在那个南京商，你知不知？我去任务户前南酒馆，我不知道地，我不知道地方。一个南京商在对面，那不是一个杨浦吗？杨浦村吗？一个乐家汽修，你知不知？乐家汽修。乐家。乐家汽修。快到那乐家是人家的家。可以。哪个路上嘞？都记那个三环的，都任务户在对面。 那农户对面，黄上，黄上应该知道。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，我搁上南站不熟。都是人家南京厂人家对面，俺家都近那儿。哪一个篮球场啊？那人工湖啊？他离那医院多远呢？啊？离那医院多远呢？哪医院？蔡州医院呢？ 红绿灯前面，往前走，那不是有一个那个，叫啥来着？那不是有两小区吗？有啊。啊。那小区以前我想买一套，搁里面的，我没买，没挣。现在值钱那个烂村烂的。他。靠，那时候这小别墅一套才十几百万。你分的是个蔡东镇，应该分那个凤小镇。 哎，对，凤小镇，凤小镇。你分的是凤小镇，那凤小镇15万。对。那时候我想买两套的，没有买。那这你要买，我应该真的省着了。对，但是我买彭于的房子也中啊。彭于的要比那个凤小镇要难一点。我买彭于的房子2,800。现在咋卖的5,000。那是嘞。 对。哎，我忽悠你，我忽悠你嘛，老乡，我没事，我快给你做奶茶去，我嘞，做教材给他们。他家哪里有秋天的奶茶？秋天的，在秋天第一杯奶茶。对呀，他家哪里有秋天的奶茶？ 人家我真是没想到，人家想第一杯奶茶你给我买的，我都喝了。他那哪里是秋天的奶茶？